来了，大仙。哦、我开个大招吓他一跳。可以。他有复活甲。哎妈！大仙你没死啊？我去勾引他，我去。大仙你快跑，你快跑！哎、啊，我这波估计要牺牲了，为你而战，一起上啊！接一个大招，6666，好，这上分车位没得说，拜拜，各位加油好友。这瑶妹可太有爱了，技能已经好了，这个可以给干掉。嗨，好打，哇，这。你为什么黏着我呀？哎，这辅助是有点东西的呀。会玩啊，这辅助，他下来帮我挡船的，你敢信？发起进攻！哎，完了！哎，我这波，哎呦，烦死我了！别赖着人家好吗？哎呦，牛啊，这瑶！哎，他真的是疯狂救我，玩的好啊，你多了呀。这瑶他什么技能都丢的挺有道理的，我感觉我的瑶跟他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，但凡有一个我这样的打野玩瑶妹，我也是嘎嘎乱杀，有点乱。我先夸这个瑶，再反手吹自己，再反手又吹自己打野，我这一波怎么说？这波螺旋双吹很到位。我玩的又西海岸，带妹必输定律开始撤退。啊，关羽在这儿，他们没人，啥都可以撤。OK， 阿星配合一下，等我呼唤你就按大了。阿星，你声音好好听呀。晚风你们乐起来了。看来被你认出来了。等下，我一三技能进场，你秒按大招，听我口令，按，叫我女王陛下，牛啊，兄弟，我直接起飞。等阿星一大，我直接让对面射手爆炸，讲究一个一击必杀，撤。Oh, no. 我蒸发了，兄弟，再见，阿星，再见。经济决定出装。看一下职业选手关于鲁班的出装，他们也没有去选择破晓这件装备，而是选择这鹰锤，因为鲁班的那个扫或者那个伤害，它跟那个攻击力挂钩。出破晓它不加成攻击力的话，伤害就不高。哦，现在鲁班基本上都出这些，貂蝉现在还出帽子嘛？你不用问这个帽子厉害还是贤者之书厉害，那肯定是贤者之书厉害。这帽子不管怎么来说是比大贤者之书要平滑的，你看你顺不顺？有时候背两根大棒，它差1350，这个经济很难受，你就一直放在身上，你合不出贤者之书，然后那里头又非要你打架，你相当于拿了别人三个人头，相当于没拿，懂不懂？这波操作帅吗？杨戬对阵钟无艳，我们先 A 一个小兵残的，就是你要习惯性的去看有没有小兵当跳板，跳到别人脸上二就能定到。大兵堆里面是吧，就连人带兵一起大，你这样回血回的多，对拼的时候就不会很慌。龙城小霸王威力无穷，尽情驰骋吧，纵使天地也太狭小。大招回血是吧，他晕了，他赵子龙参见，拿这野怪左右横跳，走吧走吧，慢点慢点，将大局逆转吧。可以可以，完全可以，好帅呀。李信 YYDS， 哇，就是太阳。我们非常喜欢李信的这种，无论哪个版本，只要李信能加强那么一点点，李信的玩家都能。我是太阳，就这份自信。有一些英雄啊，稍微砍了一下，就感觉要记他了。就比如说那个梦奇，对吧？国服集体换个头像，说哎，梦奇无了，这没那没都要没，而唯独李信永远是阳光男孩。阳光男孩，你只要愿意加强他一点点，我们这个太阳永不熄灭。这是不是李信玩家值得骄傲的地方？我。就是太阳峡谷高质量队友，哎妈，哎，这你朋友吗？佳哥，对，大龙是你朋友吗？不是，
我在进呢，还是反击？这么有素质的吗？他不是果断一击，他选择退房换个房间，这真的是峡谷高质量队友啊！我已经做好被一脚踢走的准备了，结果他两步踢我，必须把他们两个再打倒。在我历经我进入车队这么久，唯一让我感动过的一次，那种该死的温柔。分手能有多痛苦？大仙，我分手了，我好难受，有什么办法吗？你现在打开王者，你开始单排十把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从现在的快八点钟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个晚上十二点钟，然后看一遍自己的战绩，以后来发现，哎，分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十年后我的痛苦可能会更加严重一点，我们称之为以痛治痛。未成年厨师主播。哎，我怎么就健康系统了呢？我才刚上线第一把，怎么就禁赛了呀？未成年吗？是吗？重新登一遍就好了。这么牛的吗？不是，我把这个填了，那我其他的号还能绑吗？无限个人？哦，那就行，那就行，那我验证一下。开始人脸识别了。不再是未成年主播了，成年主播上线，对不对？再可以让我打了吗？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